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！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大奖几率大概 多高哈？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几率哦。嗯，4.5%+4.5%+1%，等于8、9、10%，所以10张理论上要中一个大奖，应该是这样没有错。哦，10张里面至少有个大奖，应该会有大奖吧？一波，嗯，画面在卡，哦，对不起。哦，这很重要。再给各位看一次哦，10%大奖哦，上面有没有 ？OK 了哈，那就是几率上来讲，应该是要10分之1嘛，所以十抽应该有个大奖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不是这样算，就是这样算，我说了算了，不管了，看到了哦，10%大奖哦，大奖是10%哦，所以10张大概会中一张哦，100张会大概中10张哦，一波7刷过去，各位观众。有5张重复的，不会是全部小奖吧？应该不会了。啊？断线？真假的？断线了？啊？在这么精彩的地方，他妈断线？有吗？现在还没有画面？我看有画面啊，什么黑箱啦，不要乱讲话啦，靠腰欸，我有录影好不好？什么啦，我还没，我这个我有录影存证，你这干嘛看你们欧北乱讲喂，刚断了一下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哦，我的各位观众就不见了，是这样子，断线做效果没有啦，什么黑箱啦，什么黑箱的卖完恭维啦，来咯，开下去咯，好啦，右边给我个数字啊，你觉得这样有几张大奖啊，右边给我个数字，我没那么快吧，来给我个数字，前面零，什么零啊，五张小奖是要怎么黑箱靠背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什么零啊？谁在那打零的？观念不好哦！我想我重复小奖，然后有一张大奖。我大胆的假设一下，试问大人，公堂之上，假设一下不犯法吧？哦啦！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祖母绿。哦啦哦啦哦啦！我看得出来了，他是五波啊 ！OK 啦，谁在那边打零的啊？观念行不行啊？复制琥珀啊！这应该没有，对，这应该没有。公堂上顶撞你提早步是不是？这应该没有，一个大奖，我觉得是一个大奖。蛋白石准备咯，在这张到底是不是大奖呢？继续看好了咯，各位观众哦，不是大奖啊，我用屁眼想我就知道。但是我们还没结束哦，我们还没结束哦，注意看好后面哦，来咯，我跳，两大奖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是不是叫你注意看好？我刚刚是没有说，我刚刚是没有说，有吗？我刚刚有说吗？不解释。好，我抽完再一次登记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厉不厉害？什么雷大奖啊？这会不会玩啊？对吧？会玩才是重点啊！来咯，一波 seven 哦。笑就是按后面都哪有？那明明就大奖，这样我直接扩一扩了。妈的，包包实在有点挤。等一下，我已经爆满包了，不会吧？上线了，
欸，好像满包了，怎么办？我炸包了，对啊。我觉得有些时候干这就是像为这个就他妈就超花时间，我跟你讲，光有看可不可以请官方可以把它加速，对吧？我问你们，觉得吃素材是不是可以再加速一点？觉得可以建议加速，帮我按个七好不好？可以建议加速的，帮我按个七，一波七刷过去。又断了，怎么又断了啊？干，为什么又断了？之后会再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蛮花时间的，欸。哎，欸，真的哎，欸，为什么累格啊？现在是不是好了？哎呦，好了好了 ，FF。有看到各位的一波七了，那跟官方建议一下吧。我觉得那个吃素来速度看可不可以加快一点，对吧，啊？对啊，六一吃马上就噔，一吃噔，一吃噔，有点像卖东西那种感觉，我觉得。来了，一波七刷过去哦。来了，来了，各位关手，哦。老了，来，猜猜看几个大奖？我给你们机会猜猜看，几个大奖？几个大奖？几大奖？猜猜看，几大奖？一？怎么可能三呐？靠腰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突破出来就有可能。一大一小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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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零啊？我跟你讲，至少一个大奖啊，十分之一的几率啊，来了，哦，老人 K， 哎，欸，是这张吗？欸，不是，欸，那就是下一张啊，下一张啦，真的，你自己看，注意看啊，各位。观众，我的 K， 哎，这样是大奖吗？哦，哎，大奖啊！哎，我齐了 ，OK， 我齐了，没有错吧？我应该没记错吧？对吧？我的 Q， 哎，又中一张了，哎呀，开玩笑，一次三琥珀啊！我三张琥珀，我现在三张琥珀，一个翡翠，爽。谁在那边保底啊？为什么要认一下？因为我第一次抽啊，我不太记得他的长相是什么，啊。有没有十分之一啊？这几率可以啊，很可以啊，厉害啊！两张厉害喽。哎，我刚四大奖了，真假的？来了，一波七刷过去。来了，一波七刷过去哦。一波 seven 刷过去哦。欧洲码哈，哎，来啦，各位观众，哦喽喽喽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第八大奖 K O 啊，欸，他是大奖吗？欸，他是大奖吗？是大奖，啊，是大奖，OK 啦 ，OK， 我到了，啊，没了，我有还有了。毕业啦！我就说啦，我这台车大奖几率大幅提升啦，啊。不是啊，它只是钻石，我想到没有特别的名字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对啊，两张不错，还有五次机会啊！来，直接抽了一趴大奖，五抽，
开玩笑，我谁啊？我平板信哎，对吧、啊？这张应该是没有了。OK， 好了好了 ，kill， 再来，对啊，十分之一啊，这几率很明显啊，这几率很正常啊。什么超哦，这很正常吧？什么平板黑的共享、啊，对啊。刚才30抽我就毕业了、啊，对，你看我都知道这个不会中了，这次都没中，不然大奖那么多。哎，对啊，刚刚哎，这次来抽奖真超爽的，好多大奖哎，很多大奖哎，超多大奖哎，然后马上200个人跑掉了，看，所以大概200个人是为了抽奖来的，这很明显，对啊，刚刚700多啊，为了200多人是为大奖来的，哎，这是大奖吗？哦，不是。来来喽，海底捞月又一抽，来一波七刷过去，一波七刷过去，什么一直讲干话？没有吧？我讲的话有那个不干的吗？不是一直是本来就是了，来喽，一波七哦，欧洲百姓哦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。干！我以为他钻石哎、欸，操！干！我认不太得他们脸，所以我会顿一下是有原因的。嗯，就没办法，最后一趴大奖，一趴大奖啊！不好意思，什么零啊？都是你们刷零的，一定是你们刷零，关键害我没中。对啊，他会发光哎、欸！我的 kill， 好真钱！神魔之塔最欧的实况主就是我啦，就是我啦！我们看看多。咯吱啊，咯吱啊，咯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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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咯吱咯吱。哎，嗯，我们来清点一下入手的顺序哦，从下面再上来哦。哦，那我们的大奖有一张、两张，一张两，这什么？这张不是，一张两张，一张两张，三张、四张，四张。五张对不对？我是五大奖对不对？祖母绿跟翡翠，这我搞混，是五张吧？对不对？下面一二嘛，两张琥珀，三张琥珀，三张琥珀，嗯，哎，一二三张琥珀啊，这张第四张，五张嘛对不对？六，为什么我木干是不是？看起来是木干哦，应该是木干，一二。三 ，OK， 哦，六张哎、欸，六大奖哎、欸，一波七刷过去，一波七刷过去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，开玩笑，三十五抽六大奖，这个几率我信了，不要提这样下，三琥珀一翡翠二钻石 ，OK， 一波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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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电视啦！OK 好，谢谢各位，欸，我们开始统计人，